快了吧？太快了吗？太快了，认真，真的太快了。那待会再说吧。这个关于这个很快哦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音乐可以分享的音乐。那个就是我另外一个乐团。哎，缓缓。但体雄也有类似的问题。上次我们在演出的时候，然后前一团，就是他们是一个很就是很好听，然后很潮的团，叫目的 Shake。然后他们就演一演，然后发现他们只剩两首歌这样。然后那个女团就说，就是我们是演太快，这样太快了。然后那个男的家长说，我觉得还好吧。然后这时候缓缓的团员就看着我说，这句话如果你来问，一定超好笑。就是我也不懂。什么？对啊，我问看问，是不是太快？哦，真的有。我想，好，十八岁才能在那边，才能在那边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我只是觉得那个时间有点尴尬，所以就是，对，对不起，对。尴尬只是表面的啦，大家都爽在心里啊。那这首歌是什么呢？你不是说太快，其实没有快啊，就是因为这首歌很长啊，所以放在前面。对，人儿呀，对呀。